你在哪儿打工？在哪儿打工？在州马州大学打工。在马州大学哪儿打工？在马州大学的宿舍打工。非常好，还有别的同学吗？柯兰，在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在网上，怎么说 like for someone like I work like remotely. It's not like a place I work at. Like I do work online. 在网上打工。对，可以说。好，还有别的同学吗？杨富然。我在推销团学生打工。哦，非常好。那你一个星期打几次工？我一个星期打二次工。两次工。嗯，非常好。他怎么样？他一个星期打两次工。很好，你呢？行。我一个星期打三次工。你在哪儿打工？我在 Southwest Express。好，别的同学呢？志明，你呢？我没有。打工。你说我不打工。我不打工。好，不打工。别的同学去了。我一个星期怎么样？五次打工。打五次工。打五次。这么多。来君龙怎么样？他一个星期打五次工。一个星期打五次工多不多？非常多。非常多。压力大不大？不大，压力不大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生词。来，第一个一起说什么？读书。读书。来，这个 forms 是什么？读书。读书。对，来，读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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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读书。很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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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读书。非常好，一起说读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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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第二个。教对，来教教教教教教，来这边忽然教教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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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。好，下一个借借借借，哎，对，来一起说借借借借，很好，前腿借，很好。所以你看这个左边是什么？是一个人的人，对，错怎么写啊？错的左边是什么？钱。不好意思。错的左边是这个，是一个金字旁。金字旁，对，这个是 metal。This part means metal， 所以不对啊。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只是，这是借，那是错。哦，两个汉字，对。谢谢。好，下一个是什么？欠欠欠，对，很好，来欠欠欠欠欠欠，下一个，奖学金，奖学金，对，来一起来，奖学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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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志明，奖学金，很好，来，奖学金，很好，奖学金，很好，奖学金，很好，来，奖学金，很好，太棒了。下一个，贷款，对，来，贷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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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贷款，很好，贷款，贷款，贷款，来，后来，贷款，很好，来，前回，贷款，很好吗？子超，贷款，非常好，来，下一个，政府，政府，政府，对，很好，政府，政府，政府。政府，来，政府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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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政府，好，来，贤坤，政府，非常好，好，下一个，银行，好，来，银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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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来，不然，银行，很好，银行，好，银行，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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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个该怎么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来看一下这个读书。读书，你在哪儿读书？
来行。我在图书馆读书。哦，在图书馆读书。然后呢？住在 Kansas 住。你在哪儿读书，改堂？我在麻州大学。我住在麻州。那你在哪儿读书？我在麻州大学读书。那好，来，他在哪儿读书？我在麻州大学读书。对，那你读了，你在麻州大学读了几年书了？你在麻州大学读了几年书了？来，哥啦。我在麻州大学读了三年书了。非常好，好，来，哥兰，你问志明。你在哪儿？麻州大学。Oh, where is it? Okay. 你在麻州大学读了几年了？几年书了？非常好。我在麻州大学，三月读了三月，三个月，Are you going to stay here? 对，说怎么说？三个月输了，对，非常好。来，怎么说？志明在麻州大学读了三个月，输了，非常好。来，志明，你问惊讶亚当。亚当。你在麻州大学读几年？读了几年？输了。对。我在麻州大学读了两年书了。对，非常好。那你们来问我，张老师，你在麻州大学读了几年书了？对，我在麻州大学读了一年半书了。对，一年半书了。好啊，好。那你读完书以后要做什么？我读完书以后想念研究生。非常好，好，还有呢？马子超，你呢？麻州大学以后。读完书以后。读完书以后，我要找工作。哦，非常好，别的同学呢？选谁？我。读完书以后，去来韩国，回来。回韩国。好的。那你们在麻州大学读书要交什么费？在麻州大学读书要交什么费？知道吗？谁来说？行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你们在麻州大学读书要交什么费？你要麻州大学读书交学费啊，很好。还要交什么费？除了学费以外还有什么？你们住在哪里？宿舍，所以住在宿舍要交宿舍费是什么？住费，房租费。还有呢？除了房租费以外还有什么？书费。还有呢？吃饭费。对不对？饭费。好，所以怎么说？谁来说？好的。WiFi 费。网络。对，网络费。来说一个句子。We do pay for WiFi。在麻州大学读书要交什么费？谁来说？来，李翔。什么？在麻州大学读书要交什么费？在麻州大学在麻州大学我们交读书我们交很多的费，我们交
那个宿舍，不是宿舍，是房租费，还有饭费，还有那个网络费，还有最重要的是那个学费，对不对？学费，对，好。好，但是什么？parking 租费，对，停车费，对，我们一起说停车费，对，不停的停。所以停的意思是 stop。啊，为什么这么深？哦 ，don't stop。对，停是 stop， 所以停车是 parking。对，我们一起说来，停车费，交停车费，好，但是如果你没有钱交学费，你会不会借钱？如果你没有钱交学费，你会不会借钱？雨雪中，如果你没有钱，你可以。把政府贷款。向政府贷款。向政府贷款也是一种借钱，对不对？还可以申请那个奖学，奖学金，申请奖学金。对，奖学金。对对对，好，非常好，你们都很聪明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下面的同学。来，这是谁？王鹏，这个学期对游戏上瘾，他花很多钱玩游戏，害得他没有钱交学费。王鹏没有钱交学费，所以你们觉得怎么办？有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谁来说？他可以做什么？几位同学来，加油！来，慧心。除了打工以外，他也会借奖学金。你不是借，我们不是说是什么？申请。对，我们来一起说怎么样？他可以申请奖学金啊，他还可以做什么？他还可以做什么？别的同学，来加油加油！把纸抄来。他还可以申请政府贷款。非常好，他可以怎么样？申请政府贷款，对，你可以说申请政府贷款，你也可以说我们说 to get a loan from somebody 是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说向政府贷款，向政府贷款。如果是 get a loan from the bank。向银行贷款。对，向银行贷款。向银行贷款。所以你怎么说？他可以怎么样？来，谁来说？顾然。他可以向政府贷款。非常好。还有呢？他还可以做什么？来，一起说，他可以什么？他可以打工。对。所以它有三个办法，你可以来一个，要么。来，谁来说？张卓有问题。有一个问题什么？向他借样吗？不一样，借 is a verb, is to borrow or to lend, but 向 is like from. So from somebody, from some organization. 我还有问题。什么？So, you can borrow something from someone, and also learn something. 对，等一下我们会说。对。谁来说？要么，来，不然。王鹏可以，王鹏要么
可以申请奖学金。对。要么向政府贷款。嗯。要么打工。非常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怎么样？王鹏要的申请奖学金，要的向政府贷款，要么打工。非常好，你们都说的很好。来，谁再来说一遍？再来说一遍。来，格拉。王鹏要么申请奖学金，要么向政府贷款，要么打工。非常好，来，再来一个同学，来，俊龙。王鹏可以要么申请奖学金，要么先政府贷款，要么打工。非常好啊，来，我们再来说一遍，怎么说？王鹏要么申请奖学金，要么向政府贷款，要么打工。对，那你觉得这三个办法哪一个最好？来，格兰。我觉得打工最好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申请奖学金的时候，怎么说 to pass？ 哦 ，wall pass 什么 ？Like a lot of time passes. It's not immediate. 啊，等很长时间。等很长时间。对。可是有很多打工，所以你可以挣钱很快，但是如果你打工，你可以挣钱很快。哦，对，可以。好，有没有别的同学？你们觉得呢？哦，来，俊龙。我也觉得打工最好，因为你喜欢贷款。喜欢什么？你喜欢贷款。贷款。你也上大学。还是你要奖学金。你得好成绩。好，谢谢你。来，我们来奖学金。奖学金。对，我们一起来说奖学金。奖学金。奖学金。很好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等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星期一的时候学习的是什么？减轻。就是打工可以怎么样？打工可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。非常好，取得什么？打工取得工作经验。将来可以找好的工作，赚很多钱。非常好，来，谁来说？打工有什么好处？打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，也取得工作经验，对，将来的时候，你可以赚很多钱。非常好，好，来，不然什么？你要说吗？好吧，来说吧。你可以打工可以。打工可以减轻
家庭经济的负担，除了家庭经济负担以外，你除了减轻家庭经济，除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以外，你也可以取得工作经验，将来将来赚很多钱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再说一遍慧然说的这个句子，非常好。除了什么什么以外，来一起说。打工除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以外，还可以取得工作经验。等一下，还可以帮助我取得工作经验。好吧，我们再来说一遍。还可以帮助我取得工作经验，将来找一个好的工作，赚很多钱。赚很多钱还可以说什么？赚大钱。赚大钱，对，赚大钱。好，非常好，你们都说的太棒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借。对，来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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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你们看一看啊，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这个。怎么说？如果是 A borrow from B， A 向 B 借钱，或者 A 跟 B 借钱，对，所以两个都可以。这个怎么说？你们先自己看一看啊，想一想这两个有什么不同。我可以向你借
还有吗？我可以跟啊，是别同学来慧心。我可以跟你借书吗？对，我可以跟你借书吗？那这个呢？来，学中。你可以借书给我吗？非常好，还有吗？把。来，学回。你可以不可以把书借给我？非常好啊，怎么说？你可以不可以把书借给我？非常好，你们都很棒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。你看一看你的纸上边写的什么？好了，来站起来，站起来 ，Walk around find a partner。来站起来，站起来 ，find a new partner。国王的袋鼠。对，来，你和我合作这边。你可以找一个新的给我，找一个新的给我。我可以想你。今天我想想表演一个晚会，谢谢。在教育上，
教育比较好。非常好啊，城市的教育比较好。还有吗？还有别的吗？哪一个比较方便啊？慧清，哦，在没关系，可以说你的。好的，在生活上，农村比较清淡，简单，嗯，比较简单啊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来学长。在生活上，我觉得农村就在农村。比较安静。非常好啊，在生活上住在农村比较安静，哪一个比较方便啊？你觉得？哪一个比较方便？这来。什么说 transportation？ 交通。交通。对。在交通上，我觉得住在城市比较好，因为你可以要么坐出租汽车，要么坐地铁，要么坐火车，要么坐公汽车，所以住在城市比较好，比较方便，比较方便，非常好。来，泽兰说什么？来，我们一起来说他说的什么？在生活上住在城市比较方便，因为在城市你可以要么坐出租车，要么坐公共汽车，要么坐地铁，要么坐火车。非常好，很长的句子。好，所以在生活上城市更方便，在收入上，刚才有同学说在收入上城市的收入比较高，对不对？对，城市的收入比较高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城市的什么比较高啊？我们也可以说城市的工资比较高。农村的工资怎么样？比较低。对，非常好。怎么说？农村的工资比较低。非常好。好，我们来听一下。这是王鹏。是吗？对。王鹏，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他高兴吗？他不高兴。他不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钱。不是，因为他的女朋友李友和他分手了。就那女朋友他没有结婚啊？那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李友和他分手了？没有钱，他没有钱，他没有钱，对，没有钱，所以你可以说什么？你可以说什么？钱没有钱，所以我可以说来。因为他钱。李友贤、汪鹏，没有钱。非常好，李友贤、汪鹏没有钱，所以分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还有吗？李友贤、汪鹏没有工作。哦，好，对，还有吗？大哥。李友贤，李友贤贤，跳的相声。嫌他的性格，嫌他的性格怎么样？他的性格太开朗。非常好，嫌他的性格太开朗。还有别的 reason 吗？来回清。李友贤、王鹏的工资比他低。好，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李学忠。李友贤、王鹏喜欢 Justin Bieber 的唱。嫌李友李友嫌王鹏喜欢 Justin Bieber 的歌的唱歌的歌 ，OK， 好，来。可以说，李友嫌王鹏在王鹏心里没有李友。非常好，李友嫌王鹏的心里没有他。好，还有吗？每个人都要说，来，谁没有说？
哦，你们还要说？你们真的知道他们为什么分手？那你说吧，后来你要说什么？李友前，王芳的家庭，他的家庭怎么样？非常，不好。他的家人不好，好来俊龙。李友觉得王芳。来，等一下，贤。那什么来着？李友贤、王鹏怎么样？李友贤、王鹏的负担。负担。Yeah. 负担。Yeah, 负担。有经济负担。李友贤、王鹏有负担。王鹏的负担。王鹏，李友贤、王鹏有负担。You can say his problem, say his burden. He has a problem. You can say this, you can say, 李友贤王鹏是一个负担。哦，有没有别的来吧，子超？李友向王鹏补短裤。什么？李友贤王鹏什么？李友贤王鹏不断哭，不断的哭。对。OK， 不断的哭。不断的哭。哦，or you can say 李友贤王鹏老是哭。哦。李友贤王鹏老是哭。对。为什么王鹏老是哭？还有别的吗？别的吗？来，哥来。李友贤王鹏。老师跟白爱聊天儿。哇，那我中奖了。王胖，嗯，王胖的爸爸不一样。怎么又嫌王鹏和王鹏爸爸不一样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嫌这个？哪里好了？因为王胖不是因为你要这样的情况，王胖的爸爸。我是一个
谢谢老师。